您是什么单位？警备总部。听说楚长卿常常召开军事将领会议，符合体制。恁两个即马赶紧想办法去清理战场啦！战场刚瞧一日尔嘛，啊！中国无法接受这种事。主力作战，坚持到底。我们里面才300张床，有上千的人，怎么封啊？博爱医院当场成了被隔离的 SARS 集中营。就一个命令将所有的人关在医院，是要我们自生自灭是不是？